从辅导作业不止辅导作业累，自从辅导了作业血压涨一倍，就这么点作业你写完早点睡，非要逼我发火到最后你流眼泪。盘点辅导作业的崩溃瞬间。吃什么？吃老草。我刚才说的拼翘舌的问题吗？那啥是草拼？这是你。哎，我看你还得改多少回啊？你咋回事啊？青山草嗷嗷，含笑半步跌。什么玩意儿啊？人家是皮笑肉不笑。没事的，你看三缺一，干嘛这么在这儿啊？还三缺一了，再想想，一天三顿打，想也打了是不？啊，一问三不知呀。来，出来，老师喝高了，喝了有多高呀？啊，白的还是啤的呀？还能有我血压高吗？有的。你给我好好想想，老师举高高。我的天哪，你这学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呀？啊，名师出高徒呀，大姐。来，最后一个，你给我好好想想啊，想清楚了，想明白了，你再给我打。在下高启强。是不是送分题？啊，杨子玉，对于三年级的学生来说，这种题是不是送分题？看题行吗？一根18米长的竹竿用去了。一半，问还剩多少米？写个18米，咋想的啊？人家说的是总长，18米长的竹竿，18米总长，对不对？用去了一半，那直接就是18除以2啊，剩了多少啊？一面剩了9米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说了18米用去了一半，所以说还剩9米，对不对？那你这18米从哪算出来的？没用啊，啊，用了跟没用的。用去了一半，还剩18米，有问题吗？有人。中国的汉字，凡是带三点水的，就一定有水，哦，知道吧？那沙漠呢？那沙漠它也是绿洲消失以后才形成的呀。那你说都有水？那我重新说，就是只要汉字带三点水，它一定和水有关系。那我想到一个字，也带三点水。可是和水也没啥关系呀。啊，什么汉字呀？滚。那你说谁滚呢？我说汉字滚。那个滚它也是形容就是江水奔流而下的那个感觉，你听说过没有？就是那个滚滚长江东逝水。那你再给我解释解释，生活的活呢？鬼混的混呢？法律的法呢？这些和水有关系吗？你说你不懂吧，还装懂。闭上，我很好了，我很好，谢谢。FIB 医生 ，FIB 闹事，救命啊！谢谢。就是这 FIB 是4呀？怎么扫的？非常对了。What this？ 已经打火。看好，这什么意思 ？HIB 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这应该写。我已经翻译了，你看一下 S I F 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一它是一个苹果，这么容易？这是杠，它是一个苹果，因为这里有杠，听得懂了？听得懂了？这所以呢？那所以呢？它是一个苹果，前面应该是我怎么了？我 S 对，这个是读书哎。What can you do? I can 什么 and 什么了？说的是读书。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，I can 后面是跟动词哦。而且你刚说也不对啊，这是读书，根本就不是动词。read 不是动词啊？不是 read 是姐姐，你爸说这个是不是动词？什么？这个是动词 ？read 是动词啊？我再问了，读书是动词啊？妈妈，妈妈是动词，读书不是动词。妈妈老师都说过了，不是动词。我是最新鲜的凤尾鱼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